是一个怎么进入的一个行业。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面前来参加我们跟独特生活共同主办的纽约学堂。今天是纽约学堂系列的第三堂。我前面已经讲到了纽约的美食，还有艺术拍卖的工作经验。然后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因为这整个系列当中我最老的朋友，然后他是我那时候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然后因为都是念建筑的，所以特别有惺惺相惜。然后后来零九又回到台湾自己建立了事务所，然后现在做得非常的成功，对于经营自己的事业非常有独特的想法，除了在一些不管是商业住宅的空间之外，也非常努力在把美学还有把建筑的力量带到台湾各地的城乡。那今天他会讲到，因为我就跟他在讨论这个讲题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过去十年在纽约的公共空间的部分，有很多有趣的案子可以跟大家分享。那除了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有一些案子，我想今天我们会提到。那但是他今天准备的是从一个历史走廊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纽约公共空间的发展。那我们就今天先来欢迎刘万宏。现在独立的人种踏入的时候，我们是明朝。
那累积成就已经是我现在的回忆，基本上这个每一层的班卡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班明朝清朝是烧了又盖，烧了又盖，烧了又盖，整个北京城、紫禁城都这么小，一座都没有，全世界最强大、最富强的时候。那台湾没有，没有台北市地图，没有人画，跟淡水，就是那时候人闹是南部嘛，因为我们古代人嘛，那边太多人，但是没有人在种，那这个就是淡水嘛。那我们现在在。那很快的，荷兰人就建立了那个曼哈顿的第一个城镇，在曼哈顿岛最南端，叫他把叫做尼方城。那长得跟刚刚我给你看的这个岛是很像，你看一个秃秃的小岛，一小皇宫，然后建一些小村庄，然后这样围起来，围起来。很快的，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南端的一个岛岛屿。那当时他们还是需要重建。它没有水嘛？那个，这边是一些的吧？那个什么密探嘛，深错怕是在遥远的天边。那我现在想先介绍第一个，在我找不到的资料，我找到资料第一个关于现代曼哈顿的公共空间一个公约，第一个被记载在1668年，这里还都是荒芜的时候。刚刚建成城在这里的时候，居然纽约郡的郡长当时就说这一块地要留下来做公共使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找到资料也没有讲，那听起来很奇怪。那时候哪有什么公共，那是荒地嘛。他说不要怕，当时他们是这样讲。1668年是所有人找到资料队长，但他指定公共使用，只是说你不准盖房子，不准侵占。那在很多时间之后，他变成。对住宅的地方在变成坟墓，这样就过了200年。那200年后，终于有系统的要开发这块地，那终于我们从南端已经建立起整个岛屿的水房子。那他们怎么使用 Grand Park 这块地？这边盖了一个水晶宫，美国的水晶宫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也办了一个博览会，然后这是 Grand Park 位置，然后围起来。那水晶宫这个博览会完之后，全部就拆掉了。1934年，这张照片就已经是现在的样子，现在就是那个纽约市图，那个 CCC 机场一楼，他跟凯蒂·米开尔结婚，以及那些电影场景。然后这个就是 Grand Park， 然后高楼大厦都起来了。1934年，那1960年代这个 Grand Park 非常的出名，是因为1960年开始打越战，那一直打到美国就是反战。那在这个 Grand Park 曾经有过非常的热闹，非常多人非常著名的反战的游行示威，然后很多有名的 Beatles 都上去演讲，有点像是后来的占据华尔街、占据那个南端的这些地方，有点像我们台湾吧，就从人民自己发起的。对于现况不满的一个战线活动，没有发生在广场。那1988年，他们经过那个一些更迭之后 ，Grand Park 变成是私人的，有一个私人的公司拥有它。私人可以拥有一个公园。那他在1988年重新的去整理它，并且改变它，他并没有把它卖掉或盖高楼，他做了一个跟是。小马尔顿岛上第一个公园做事情，说：“他说我不要放置固定的椅子，我认为游客到这边可以决定我的椅子摆哪里。这一个 power 是非常重要的，彰显人民自由主义的力量。所以1988年他成立这里之后，他把所有的固定座椅全部拿掉了。然后刚刚看到树慢慢长成，现在更是茂密。然后这个整修一直到1992年才好。那这个。”私人公司用这个公园，它怎么营运？它没有拿国家的毛钱，它的资金全部来自于里面的特许的，有的酒店啊什么什么，跟给别人办活动收租金。那他立下了一个规矩，他说
收钱，但是跟我承租场地的不准跟民众收钱。但也许不是故意的，因为这样子附近的民众也不饶过他。可是后来他有破例啊，就是每年的暑假跟寒假，他租给那个飞轩秀，就是每年时装周都会租这个场地。那飞轩秀不可能 open 给公共公共进去，这是例外，但这个很大的改变，树立一个很特别的典范，是公园流失的里面，并且会赚钱，并且品质非常好。活动名字，我在台湾应该两个月不见。Anyway。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公园，因为它如果去这个公园，你会发现它的气息跟一般公园不一样，它就特别的干净，草特别的齐平，那里面特别的管理特别好，那你完全不用担心自然的问题，因为就有私人公司的人稳定的。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公园活动，每年夏天的时候，这个说真的 HBO 赞助 ，HBO 赞助这个场地，免费给所有的市民看影片。那每年的影片开始，连续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开始前都会有一种仪式，就大家都会拿着床单围在公园旁边，但不会进去。然后有两个人，有三个拿扫帚在中间跟麦克风，然后就说 ：“Enjoy your movie。”然后所以哗，冲进去。
然后整个大阶梯一大堆在那边吃饭、聊天、晒太阳。啊，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可以来滑雪、溜冰，然后参加跳，但是你要快，因为警卫上半截把那把雪铲，所以要趁警卫没铲之前要把弄成型。那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计划，在未来，他又买更北边，150几街，要买一个街锅，然后想要把它重新的再做成他们第二校区。啊，新的他们的愿景，这就是啊，这个愿景应该是理学院工学院的填充。那这个是真的，就是有一栋房子已经建筑设计好，大概在非常北边的，那个这边以前质量非常差，即使我当时念书的时候，这边也非常差。那我猜现在可能都有10年，反正马上就是1000万元的那个房子。那这个是你认出来吗？是台大台湾第一学院，1897年的时候建立，是日本建立的医疗所，慢慢演进。那1928年正式成立台湾大学，其实其他人第一。那现在是长什么样？那我觉得说。就是说，像哥伦比亚，它非常的有钱，但是它会向外去扩张，在适时的时候往外面去建立它的校园，里面找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街区。那我其实不太需要在市区跟大家去抢这个寸土寸金。那可是他们好像很喜欢在小小空间抢，要一点。那再过100年，1701年，我们跳到1800年，他们是会有军民出现。发展经济有变化，然后街区已经成立。那当时的北京呢，还是全世界最强盛的首都哦，1800年，还是全世界最强盛。这是外国人在参观北京所看到的景象，还也不是纽约的北京，对全世界都来了。台湾呢，正在努力中，台北湖的水退了，正在努力中。那我要讲，第二个公园还是私人的，台湾没有私人的公园，还是私人的公园。1831年的时候，这个公园被确立不再建筑，然后供给附近的居民使用。可是它非常特别，它从来没有是观光，即使连战争的时候军团要进驻，他们都是闹。不管死人啊，他都不管，他都非常的危险。私人，那私人是，他连一般的都不能进去，他怎么营运？还是要去除草，还是要去修剪？他真的是，我也没有进去过。老实说，因为我不能进去，所以我每次我公司在旁边嘛，我们都吃午饭或者边吃就看到，然后他就在那边坐，然后很少有公园这么空旷，这边有一只小猫，就他。那他怎么营运？卖钥匙，他今年有383只钥匙，这是其中一只。那一开始的钥匙是10美金，当然是100多美金。现在一只钥匙7500美金，还是20万一年。不是卖一只哦，一年啊！明年如果你再不给他7500美金，或者又涨价，他钥匙重新打破，应该还会换掉。就这样一运呢，会很奇怪，会不会对公众利益损害？还装那个新美术馆不要收，就被他干掉老板，奇怪的反应是私人的利益。好，钥匙怎么样？其实不难打。其实他就是说，但是你钥匙会弄丢嘛，弄丢罚2000美金，要怕你假装弄丢，其实也难用。那这300多只有12只都在附近的 hotel。那那个 hotel 就是它的梗，就是我有这个公园的钥匙，你来住，我有设置钥匙，只要不要同时被它借走，就可以借。然后过那个街去公园溜达，它的梗，设置那个。那这种私人庭院，中国也有啊，在1531年的时候就有拙政园，那时候是全世界最华丽的私人庭院嘛，当然塞翁更晚，可是从来没有公开给人民使用，除了。共产党赤帽的中国人，才开放，台湾也
料，你知道巴鲁是1850年，非常的早，在建立以后非常富裕，但是应该也都没有公开使用，最后最近后来传说他少女政府才开发。所以相较起东西方，他们一样是私人的庭院，但他们并不是专属某个人拥有的。但是你如果离开曼哈顿到比较远的维州去过，的确有私人的公园，可是这个概念上完全不一样。在像 Grand Park 私人拥有，开放的外面，然后收租金的财团，这是传出去。那那个 Grand Park 就是跟一般人收钱。那其实20万很贵吗？其实还好，如果你去东方文华买他的 SPA 的年费也是20万，他的通通费也是20万，这掏很花得起吗？所以如果说这个公园放在台北市给你收钱，也很难。说你有没有那样的 vision 的？你会不会在200年前就知道有这件事情可以做？200年前，那后来就造人家花园，那为什么国外有进来？漂亮很强。那台北城，你知道外面的板桥，那台北城长什么样？1860年，台北城刚盖好，清朝盖，所以人民非常的穷，因为他必须要盖那个城，有一些政治目的、军事目的，所以台北还是非常的、非常的繁荣的在那里。所以台北城是全台湾最晚被建造的城市，这样，永春啊。那北京呢？1850年、1860年，外国人画的北京，他把它画成是那种西方的住店，希腊式的建筑，这就是他乱画，因为他可能太远了，没有望远镜，他就画成了平地，就画成西式。那1860年，北京还是非常的繁盛，但是已经只剩下空壳，已经供应大，所以他基本上没有办法给台湾太多的帮助，这没有办法。可是我们再往前一点点，1789年，纽约正午国土图，就是国税局的华尔街开始在盖这个图纸。那现在华尔街怎么样？以前怎么样？那因为华尔街的关系，所以纽约人发现说，发展太快了，如果完全不去管理，你会把都市弄僵。那这边怎么办？没有水，没有光，这么近，这么高的房子。当时并没有规划，所以在1916年，已经搬了这么久才去规划这件事情。所以他说华尔街的房子怎么起来，他就说1916年就重新规划那个街区嘛，当然是讲上层嘛，下层都已经盖完了。他说上层你现在盖房子，你盖越高，你就要退越多，两个高的人站在一起，你就比方比，所以要比一比。那1961年，我们特别说。1916跟1921又出现了第二个，是比较大幅度的都市的改正，在讨论公共空间跟私人空间的关系是什么？你们觉得很奇怪？1961年的讨论，100年前 ，Grand Park，Grand Park 都听说过，做得非常成功。纽约的第一环基本上不是从上往下，都是人民。好，1961年，他就说，如果你把你的一楼留给公众使用，就让你盖高楼。你看那个什么，还是那个什么。所以你看当当，房子都笔直的，非常的近。即使它没有很高了，因为当时的建造技术就是这样，可是它非常笔直哦，谁也不退谁哦。你看，要退了，然后退了，然后退了，然后再松。这就是1916年的都市计划所造成的。然后1961年的公共跟私人空间的讨论跟使用开放，就造成了我现在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文心这些地方，它在马门最南端靠西边，这9911幢的地址，然后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园地，大分享在那边。平时很多人，每天都是上班，每天打到中午不行，在那吃午饭。周末你也可以进来吃东西，那你可不可以跑进去里面办公室里面偷东西？没
没有门啊，是客户有门平常怎么办？所以他有一个指纹就在那里 ，gate 或者是电机，不然就是有摄影机。他花了很多的人力跟用机械的方式去达成所谓的公私人土地的公共开发。好，911的时候被那个暴风给大火掉起来，大火暴风弄坏，那像一个弄好，这不是被撞到，是那个空压跟灰尘死的啊，很惨烈。那这个是那个 IBM 的 train， 它在一趟，那这个是 Sony 的，这个是创那个 Trump Tower， 那这个是 Starbucks， 每次我朋友来台北找我，就会说逛街了，可以逛第五大道的经过，我都会说我带你去吃。最近地辉煌的 Starbucks， 那个在创造，那个它是开放的。那你看这个也，在平常是开放的，周末也是开的。嗯，可是你不能跑上去找那个创说你要饭，因为我挡这个。他就这种方法挡你而已，就这样而已。但他从外面开放也没用，所以就住在这个全部都是黄金色的地方，跟你的飞机一起开放。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第五大道。可以从这个是 Sony Plaza 穿过去到那个里面，再走室内到那个长廊号，再从那边穿过去。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公私人领域开放给公众使用，让政府会给你一点好处。那在台湾就变成了。好，变成警卫党的规定，七大豪宅大地建造。你说地保是这样的，地保它其实一楼是开放，还有它停车场是开放。那它把这些空间开放给市民使用，市政府就允许它盖高一点，那多盖的那个空间拿来卖钱，这场算不算划算？我讲，然后就不给人家进来。所以这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些开放使用基本上是商空，为什么一个住家会愿意把？我家的一楼开给一般人用，流浪汉也可以进来，为什么原因？如果我知道我要盖地堡，为什么原因？讲过吗？所以纽约很少是住宅空间开放给一楼，然后换名字，相当贵，那双方反而都好处。住宅一般不愿意嘛，为什么地堡愿意？这个相当多钱，因为我知道我申请不会让你过。我也知道，我到时候不开，你不会想我开，那这我就光沾光就行。也许没有明确，反正私底下就这个意思。否则我要卖一平，那时候卖100万的房子，我怎么可能一楼开放给你用？早就想好了，停车场也是啊。他停车场地下室挖很大，把有一部分就说要给公共去，结果还不给你去，你能怎么样？你要硬闯进去吗？但是后来他因为他是他家的年纪二二低。这种释放嘛，有现在也没有违例，但是有黑衣人、恶人的盯着你。然后你去哪里就跟去哪里哦，进去逛可以，跟着你，是你上帝指派命令的。所以他们外向，所以人家是国外是立法比较宽松，执法严格，台湾是立法严格，执法宽松。好，那第五大道在1900年，100年前就有立法人行道了。话是我后面嘛，舒服。即使当时只有马车，路就这么宽，就是远见，看出太阳能会差。好，那Tiffany几乎每一个女生房，那Tiffany这个房子到现在都涨价。那定看1960年的电影叫。他其实拍的是1930年代，但是他想拍1930年，但是他是1901年放映，不是场景跟现在场景，百年都没有变。要上厕所很陡。
现在用户也是涨价，只是说可能四年才有可能上车。那个大概一个叫时空代沟嘛，看没看过？它是那个半流。
方一个很大的计划，但是我认为很失败，是用大字，就像 container， 是我经历讲的唯一概念。container 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我想去，因为 container 你只要搭地铁，我确定会迟到。那我当然是地铁，你能够坐个10分钟。可是纽约地铁是算趟，一趟要美金，管坐多久坐多远，坐10小时都要美金，所以。穷学生很害羞，没有车，虽然不明显，但是知道啊。那所以，因为他有地铁，也因为没有车你才会去，就是他当时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也是他现在失败的。1850年的时候，你还在干什么？他们就是要享乐，他们就开了空间了。把沙滩弄干净，做一些商业，做一些建设，做舞蹈。金秋卡那时候也才留下来。哇，当时这样吧，不能穿太少哦，男生也要穿衣服，不然被抓。这帽子没抓，这边改。然后当时空间很这样，要穿很多，在沙滩上穿白沙跟衣服，它是不能直播的。1940年代，20世纪初期非常热门，因为当时人们富裕了，可是没有地方去，所以大家都跑这边，是离马哈顿最近的度假胜地。夏天的时候挤满的人，比现在的这个上海啊，中国夸张。因为觉得很多事情是似曾相识的，只是晚了很久，可能10年。那现在，哇，夏天这样，冬天更长。我冬天不能去，我看看吧。也不熟，你们知道原因？因为大家都有汽车嘛。我没有汽车，我可以坐火车，我可以去烧车等等，我可以去旅游，可以去更多、更漂亮、更好的地方，看到曼谷空间的。虽然人变少，他人变少之后，他也没有钱再去把它变得像这样，所以永远可能就不会再好。这是他们现在可以希望能够变相吸引人才去。那我认为是摩洛有点担心吧，就是有些事情不是你可以决定。那我们说圣丘帕他这么成功，其实他在他刚开始是非常失败，后来变成犯罪的轮船，他是一直到1900多少年才重新整修才成功。那其实成不成功也不是他的整修，也不在于他有没有远见，有时候那个是一个趋势。我上东区富裕起来了，圣丘帕就会有钱的人支持他去做，然后上西区跟着富裕起来，圣丘帕现在就意义不一样。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一个执政者或者我们人希望他就会成功或失败，是我做这个地方最大的成功。好，他的愿景都要变价，就是能够科学。我再讲一个更夸张的例子，在1850年，圣丘帕留下来的时候，空压的人开始的时候，有人在73街圣丘帕的左边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广场，说要做公园。那是什么下场？上西区哦，150年前上西区要做公园，变成它叫做尼多帕真统公园。最爱这个照片不是当地，为什么到当地？但就这个意思。世界上很多公园不叫尼罗帕，就是只要变成西部这个公园特别改名字。那，那一非常帅的，带有大金的。
1900年，中国已经供应当当当当当当到
并吗的资料，紫禁城结构还在，风华还在，连拔草的能力都没有，还是清朝还是皇帝哦，连拔草的人都没有，没有人代表没有钱啊，没有钱就是你在你对这个国家收不到税收嘛，代表你对国家失去控制力。那1880年台湾就是台湾市政府啊，台北市政府，那时候叫台北县厅，台北市政府。1880年，刚刚这个是1901年嘛，所以台湾也不会有钱啊，那个清朝没有钱，什么观念？那可是再往前一点点，纽约下层的法院建筑，这个是电影厂牌，当时设计怎么样？马城的时候，一个伟大城市正在蓄势待发。这是中国衰败的最后尾声。那很不幸又很幸的，从台湾被日本给接管，日本当时非常的富强，所以也不要去说，那到底那个台湾谁建设？清朝、日本跟民国？老实说你，你这个国家没有钱，就是没有建设，很简单嘛，人民没有钱就没有建设。那不管日本是为什么建设台湾，他们有钱。对台湾被地震改正，台湾第一座铁桥凤山桥，现在从美术馆台北美术馆去市里那座桥，那这个铁桥已经被拆掉，收在仓库，不肯使用。台湾那时候有钱啊，看刚刚那样子，才过了几十年，台湾就有钱，那是日本有钱。我是日本人，那从人民拿到钱，清朝拿不到钱，再过几年马上就停止。所有的房都出来，所以那个1916年的那个一级强化已经对马桶难关造成了影响，去改变美观。那鬼神球，鬼神球是世界上好像到现在还是最吞吐量最大的车站，因为它有好多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太多了，地铁、那个铁路、公车什么。那1911年，它重新改建，本来吧就是车站，那1901年重新改建，变得非常的漂亮。60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1970年代。1968年的时候，纽约人说要把分身都拆掉，因为不够用，现在也不够用了，非常的值。当时蒋渭水说不可以，如果我的资料是对的，我们都撤回去这里。蒋渭水说不可以拆掉，他不允许拆掉。那所以纽约人只好想办法，在不拆掉的方式继续使，让这个车站可以使。1968年，那1966年代是非常特别的年代，它有我们所谓的第八天早晨那种拜金的文化，对于物质的追求，又垮掉一代人的诞生，西西里的诞生，那有很多好事情诞生。1960年，林肯森林开始建造，在这个汽车街林肯森的这个地上，这个有钱人都会肥了这些。我想要做一件好事，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开始建设这个地方。1969年落成，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全世界最大单一的表演空间。就整个地方呢，活动它最多的是私人。那即使到今日，他们还在试着让林肯森林更好，他们把这个地拆掉，感谢东西干过程。那对我们男学生来讲，也没有钱去看表演，但是我们是有一份憧憬，因为有演出力啊，学院在那里。听说你们最有才华，最有什么才华，一点都不认识。好，再回到卫生所，那只好让它越来越好用嘛，成本就是花很多钱在那个很高的密度里面，让很多病人做。那在1998年开始，最近代叫巨大的病人。装修，他们把屋顶重新弄一下，当时已经熏黑了。然后他们说，因为熏黑是火车嘛，当时是蒸汽火车黑烟。那熏黑重新整修之后，他们没办法掉，他们还把黑色的灰拿去化验，发现是尼古丁，不是黑，不是火车的黑烟，是每天抽烟抽出来的。好，现在还在建设，但是你们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它在地下16层在挖，感觉就很小，人这么小哦，在挖这个，
那只是未来的幻想之一啊，但是当然这个可以改。我不知道，其实这个是他们很聪明，就是说他们如果想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要砸很多钱请建筑师来进图，然后就得到很多有趣的地方去曝光，拍卖是这样，像最后一层，那台湾也学吧，效果是这样。他们讲不能动，对不对？因为被指定为历史古迹啊，当时非常贵重，五百亿要挖的。我两边盖起来了，我中间再把你连起来，对吧？这是你们的未来吗？我不知道。我是100%支持卫生，我要拆。但是我要拆台北车站，我一直反对它拆。好，那个年代，在有这么重要的一个转换年代，台湾在做什么？一九六零年纪很聪明，因为经过台湾的民意非常富裕，但是在正在过着一个不思考的年代，就是不停工作，不停赚钱，不停建设。建设什么？台北成功，然后享受民意，然后还有我没有遗憾吗？1970年代，正好在美国转换年代，刚好盖完历史，然后再过来，国父纪念馆盖完，包括领导人历史，再过来，两厅院盖完，在1980年，那时候我们终于有了教育文化的空间，但是他们先盖了总统纪念馆，隔7年都还盖在历史前的问题，那这个是一个国家争议。一个身份的形式。那后来台北经济建设，这个就是新一区嘛，北投啊、湖区、美区跟永和一样。可是没有任何旧的东西留下来，就是台北拉走，留下来就空气也没有。松山一中。大家抢这个市中心那么痛苦的东西呢，然后这边征收就会太高，然后征那几棵行道树，因为台北市很小嘛，大概不能走两步去外面看棒球啊，好奇怪。可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是人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南机场。
上面变强。那怎么办呢？肉饼那个零 A K D 区域，你没有办法再铺饼嘛？你没有行业了，没有工作了。那他们变成了刚刚讲的二七零代什么最多？对，洗衣服的洗衣机，然后我们今年级放的可能是最多。好，当地就变成了风化区，很多戏剧的。那1985年代是那一群次文化被遭受最严重打击的时候，就是艾滋病。艾滋病在有一张执照，都没有看那个是谁，是白先勇，对，我直接讲那个年代非常可怕，那个非常可怕，都就是每天得几天金花糖都死掉，这样艾滋病。他直接校长有一次政府直接把这个地区关掉，就把因为跟艾滋病的关系，因为没办法，他就必须要把一些信息就都给关掉。这时候出现了。他就开始没落，那后来出现了这两个，他们希望保留高价铁路。那这两个是谁？就是一般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两个爱管闲事的男性而已。他们不是，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couple， 我不知道，但他们是因为要保存他那一个认识，但是不是路人呢？他们不是法律认识，他是占领。我有知道广告出来，每次我抓这个影片的时候，请问二天的客户的粉丝还吗？按照手机的广告词儿，Robert Myrtle, that's it.
experience that I can just walk up there and walk up the stairs and go up there. That millions of other people can do it too. And that at base, we've spent all of this time and energy making it look a particular way, feel a particular way, function a particular way. But at base, that experience of being up on the city structure and seeing the city from this very special vantage point, that was the base element of everything that we were trying to do from the start, and to have it be accessible to everybody and a real part of the way that the city is functioning and how it's always and everybody's experienced. What are the things I love about the Hive is that they can be inspired out of? 刚刚提到说他希望他把他的工作变成什么样子，也就是商业性的这个公共使用，简单讲就是公用。Other people that they can start these kind of projects that, you know, one, it's a great community for the city, but I think it's also an example that people can get things done if they really carry on like was the vision of it. That was the vision that Robert and I had at the beginning, but we were also able to present it to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know it. And you don't have to have all the experience. I think, you know, neither Josh nor I had any experience in architectural planning, community organizing. And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id was really raise the flag and allow other people to come along and help us get it done. So, that's what I hope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Highland is to inspire other people that they can start these kind of projects. Yeah, 因为就是说他们其实完全不是建筑，我设计背景，那他们从于他们的环境，那当时就在我至少在我们圈内，然后看到这件事情，有人把它应该变成一个操场的游泳池啊，有把它变成，那他们从一个民间组织去募款，不停地诉说他们的理想，他们经验，募到钱之后。再去做这个记录，让更多人关注，到最后人们的关注就是影响力，就是选票。终于政府同意拨款，那个拨政府是那个纽约市政府也是拨分三次拨啦，就是说看看你到底行不行，你们现在多少票，我就给你们2000万美金，再给你们3000万，再给7000万，大概这个意思。那他们说他们为什么坚持了这么久？1998年到现在，那他们2005年才开始真正的执行。他们两个人组织这个组织支撑了这么久，他们认为说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可以让别人去看到说怎么去看待我们的环境。It might seem completely crazy. It might not know how they're going to do it. They don't have the money to do it. But then, you know, there's that power in starting something. 最后。变成这个公园保留，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要花了好几亿啊，种植物啊，还有安全检修，还有一本营业额，然后一本通道房子，那房子里面是人家的家嘛，人家的房子，然后用进去把它封起来，种些植物，然后大家都看，非常漂亮。那同时，离开地区也开始复兴了，开始那些工厂撤出，那它有很特殊的分类，一个是它的地板是。石头地，所以车子跑很快，车子速度慢，人就会走得开心。然后在2004年，Liberty Street 被选为全纽约最飞行的地方。那除了它的铺面，还有它的里面的空间特别宽跟高，那个高层宽敞很高，又是全是工厂。那甚至后来有 hotel， 他们就把它这样子，然后还要移动到他们走。那他们都可以爬进去房间，那这个hotel叫 stay， 就是站着。那最后讲完这个就没有了。那最后一段影片是我个人对纽约的心得，我对纽约的感觉并不是那个像跟就是纽约那个比较差，我选这段影片，我觉得纽约就是这样，看完再讨论。Thank you.
师叫辛艾成尼摩根，他英文就叫 Shane 说是。那他讲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克服他的欲望，他不管他光一来的时候，他烦恼女朋友，他没有办法控制，他就去着急，甚至去谈心，去有太多的情绪，但他没有办法克服他的欲望。他在这个都市里面，做场景化这个里面，就又给他一个很棒的工作，伴女朋友，就是他跟他一个男人跟他内心的共同奋斗。让
走在 highline 的人展示的一些观点这样。然后因为我这个周末去看了那个台北机场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奉上的比较特别有感触。然后我觉得这个案例为什么这么的这么的生命，就是因为他这两个创办人，他真的就是 nobody， 他只是因为在乎，然后发现身边没有人在乎，所以他们就发起了这样子 bottom up 的一个运动，然后号召周边的人，然后号召企业，号召公部门的力量，然后把这么棒的案子做出来。然后尤其就是他相关朋友讲到，他不是只是保留旧有的这个架构，他是。我觉得他拿捏的非常的棒，因为他是找一个造型的事务所，他其实是一个 landscaping firm， 来把原本这种荒芜的感觉，规划的有点友善嘛。讲的真好，因为我太喜欢他了。然后因为这也是变成，不管是在美国，是在全世界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现在有了 high line 在地面上的。其实现在还有一群人在规划 low line， 就是它在地底下的一个公共区域。然后甚至比如说美国其他地方，像 Detroit 已经是一个就是经济量低迷，然后工业都已经没落的一个城市。但是他们也在，因为但是他以前也是制造汽车的一个大城，所以他们也运用 Highland 的学习到的一些经验，想要在那边复制这样子。我直接想分享。好，谢谢孟德分享。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要补充，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打。可以问。那开案的意思，它是民间组织发动，但它是属于公家的资产，不用提进去。一开始我介绍的 Brian Park 那个 Greenness 是私人的经营跟私人的力量，那中间这样子叫做公家的，那是公家的力量组织它去拆卸才会。在以私人的资金去整修。那我觉得说一个城市，一个大城市的诞生，真的不是善意当然说，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好的学历，还是好的民众，或是如果两个这样的人，就可以感觉真的太复杂。我心得就是说，一个伟大城市的诞生就是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啊、吃饭好好吃，工作好好做，那、啊、你对这个有兴趣。就像他两个人一样，好好干，就只能够每个人都尽他一点的心力，整个城市才会变得伟大。这不是一个上上街头讲一下，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我想什么宣传就可以达成。那尤其是在纽约，做什么事情都会受到批评，就大家都有意见，对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所以这其实他让你受到很多批评。比如说，因为海浪建设，然后周边非常多知名的建筑师盖了私人的住宅，然后比如说房价变得非常的贵，原本那边的画廊区很多，可能在那边十几二十年的画廊都被踢出去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是受到一些评论。但是，比如说就是你要从一个时间轴上面来看的话，比如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人是怎么看待海浪，然后他对于这个城市或者。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这些都是有待观察。其实我今天没有给你一个答案，因为我自己没有答案，反正留给你很多疑问，我希望这里也可以帮助你思考出你自己的答案。我刚刚得知提问还有奖品，所以前三名。城市建
呢，五月底也是走路上的，后来变高架，后来才变成地下。那你要讲说呢，五月叫地铁，其实它有70%-80%都在高架，在离开五月中间下面就是高架。那它现在这个，你就说，等于是说它在纽约这个城市的话，它的交通，它现在都往地底下。那但是现在上面的，就说公部门，他们的公部门原本对于这个高架的这个设施是打算把它拆掉，那后来。我是认为它这是你的问题，就是说，是对于大众交通系统应该高架地下或者平面上面做争议嘛，包括台中的 BRT， 还有是内湖线上的干道道，是一条远线，我不增加运量，不做地下化，不仅没有这个钱了。我说这个都市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回到上来就简单了，也有。就是你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情。那当时你的费最便宜就是在地面上，在轨道上面，在轨道下面。那纽约市就是这样，先地面，再上面，再下面。那如果有一天，台中市的人口密度跟台北市一样，我是想直接把它拆了做地下。那现在就面临的必要就是两派的相权去切入，非常难。上面人人写吗？风水不好啊，视线不好，光线不好，开窗就是你在那边轻轻摸摸。还有什么？我想请教老师，就说，因为自己经常去东京嘛，那东京这个城市市场跟纽约一样也是。上百年以上的历史，那比较大的特色是因为它23个城区里面其实都贯穿着上百条街道，那么城市跟城市中间就有所谓JR线跟新干线。那以专业的观点，就是说，像东京、纽约这么百年的城市，它已经发展很成熟。那回归来看台北市的发展，其实这个交通建设也是这10-20年。那因为最近有人在提到说，松山机场这个部分，因为它占有太多的空间，因为松山机场旁边刚好是内湖。那以你的观点，如果松山机场假设它像东京纽约这样把这个整个机场，像东京的成田机场离东京市其实也有很大的距离，那如果把松山机场移掉，那这个城市的空间是不是会有更好的一种想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不是遇到的问题。机场一开始都已经是在市区内，不然市区旁嘛，只是那时候是叫郊区，最后一定会被你市区扩张给吃掉。那时候就先利用它，那这个很简单，就是一定会移掉，所以都是这样说。那我觉得说，为什么台北市不能移掉？那其实一开始是选票的关系啦，我的理解嘛，主要是因为很多大楼私人飞机都停在松山机场，私人飞机。像常见到的底差、长差，主要是因为这样。那其实，但是我会来讲啊，这个收单价其实不是台北，是首要的问题。你去拆那个松烟，你去拆那个台北机场，你把那些好的，正在正中心的、有历史价值的、美丽的，原本就是绿地的，给毁了。就不把它保留，你才去谈收单机场，所以这个是很奇怪。台北就是一切都是选高之上。那基本上这个机场迟早是必须拆掉，但是有些想说，为了要让民众更快，所以我们机场这个话不同于公用内线，然后我们要做机场捷运。可是我觉得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城市要这么快？一开始我们都市的发展，一开始一定是干嘛的，全世界都一样，暗暗的干嘛的，后来就会非常非常的亮，叫 7-11。那现在呢？因为它是暗，就当，所以我们在观察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去解释你现在的位置。当时你有高点不错，那干嘛开灯啊？慢一点不错。那大家富裕了以后，这个就是要明亮，因为当时空气不卫生、不干净，明亮代表干净卫生。那
在大家的生活品质提高，没有所谓的不干净不卫生的时候，就可以骂。所以越贵的餐厅就变得更慢。为什么可以吃这么快？一开始还是要快嘛，铁路最好经过我家门口，在我的工厂前面停嘛，那就这样。现在是要快还是要慢？既有更本质的问题要看，台北市那么快消干什么？你要跟人家抢那个制造业吗？那如果你要跟人家发展观光发展，观光不是人家越慢越好吗？最好你来我台北市我省去。那如果我们发展资讯发展金融，千万不限能用飞机，是不是？这个很多事情很复杂的事情，而且这个机场的确是迟早的前景。你开放观光使用，不让你盖高，听
是你们要用，你们学习很好，我人不满意，你们确实不对。为什么？他说，都市的容积属于全体市民，不是你市政府想要给什么给什么。到了，你说你把地面空出来换容积，你有没有问过市民愿不愿意？那你盖高遮到旁边的阳光？所有事情都没有标准答案，都是很复杂，都要牵涉到人，牵涉到人们，牵涉到都市。那你盖得越高，你会挡到旁边阳光吗？那你地下的容积到底怎么使用，你不知道。那市政府的送人情让你盖高，那这个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可是要标准答案还是有一个。刚刚讲过了，钱，很简单嘛。这个事情也不会像你想象，我就想尽量盖得高，我只要买通的好容易，盖多高就可以。你盖越高，你房子越贵，你柱子越粗，你的容积，你室内越难用，你成本是不停的积累，成积累你就拉高。所以一定这么难吗？这不是钱的问题。那一真的有必要盖那么高吗？说也没有。那坪效不好用，柱子很大，抽个烟十五分钟，一大截烟。是有什么？为什么还是会做？心理因素嘛，两极崇拜，台湾剩下来一个当官，他们被人家干掉之后，就去拿绿线组当官，那这边的干掉就小弟，就跟那个追求快一样，上飞机想快，我们要快吗？我们要高吗？这都没有关系，这很好。你想到的东西是电影里面给你的影响，
这个你是翻译没有翻译，或者是我翻译是后者。其实我今天讲的不是我准备的资料跟理解，我真正生活的空间又不一样。但是我生活空间不适合讲，就是像他那里，还有那个音乐是贵，音乐是贵没有拿掉，音乐是贵掉是那三名号，是管用号。也要观察是哪名号？因为我的朋友都是在南音的广场附近，然后那边。对 ，Brand Plus 算是比较大，那我公司刚好建立两个之间。那音乐是贵也非常有意思，它没有太多特色，但它很有意思，它非常的。音乐是贵，为什么叫音乐是贵？当时有人说，这是很多条路的交叉路口，听也能这样。它是真的很复杂，刚好复杂，也特别漂亮。那我们有问题吗？我觉得都是人啊，那你会找寻到自己有点不一样，你看的也会有点不一样。其实我以前带音乐之前是在洛杉矶，那时候非常非常讨厌洛杉矶，那个包车开车，啊，有天晚上跟大家说，哎，我们去喝珍珠奶茶，哇，好嗨，然后照着他给你开一个小时，高速公路哦，开120开一个小时，为了喝珍珠奶茶，但是那边好漫画。那我非常痛恨，那时候就学到一句话，人家讲说，在洛杉矶，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之间都隔着钢铁的玻璃，几层，非常贴切。可是我前天回来郑州，就看到那个，不光是杀手，把那个汤姆斯在那里杀了，我在那洛杉矶杀了，我就好喜欢洛杉矶。我想象我那个一个人在晚上开车，一台车每路灯这样一直闪过去，景象都不变，就一个人。在那个钢铁的玻璃上面，好喜欢那个，所以有时候真人的问题，所以简单问题是这样的。冠宏先生好，看您的简历上有介绍说您待过毕业后待过贝尼事务所，那不晓得这段的经历对您在接触这个工作有什么影响？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想请教，就是说你工作室的名称感觉还蛮老庄的，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到现在在学吗？谢谢。问题问得很流畅，一个专业提问者。贝老先生那边我没有学到太多设计上的事情，但我学到做事情的态度跟专业，但这个也没什么，其实每个领域的事情在台湾的习气，那但是我有学到一件事情，是我相信在别的事务所就会学不到。就说我在单位里面，我有经过2008的金融海啸，2007年底2008，非常可怕，尤其是建筑业。那纽约大公司是海啸一来，直接裁员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哦，直接就走了。那我们公司到那个时候，我们办案子在中国，办案子在中东。中国没事，中东全部停止，不管做到哪个阶段，全部停掉。然后每个人就吵，因为根本没事做。然后有一天，那个贝尔二，我记得我们公司有贝尔，他的儿子就召集大家会议室，大家吵，等到我应该一半以上。结果集合的时候，贝尔就说：“要英文，他说我们贝菲曼里贝氏家族不与开始员工全赢。”他说：“我们不参与，你没事做的，麻烦修个软体，麻烦整理一下材料库，麻烦打扫一下环境。”哦，你想象吗？在美国公司那个月亮，他眼泪都快掉下来。啊，那是外国就是这样。我们中国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确是用中国的哲学在经营的外国公司。那这个影响非常大。你有高尚的品格，你的心正，你设计就会正，你的人生就会正。所以我公司也是不同的。那都学到最重要的第一门课，而且还不是从贝尔原本的上课之说。那公司叫无忧，哦，中文对。
我有100种回答，我想办法回答你。比如说那个陌生电话没有？是不是朋友啊？你是做什么的？无所谓。他可能是设计圈的朋友，或者叫无根有就是世界的根本，无生有无生命，因为我们做设计要找到最本质的那个东西，再发生出来才不会有，才不会永远固定不变，永远没有办法变。那我成立公司的时候，我说服何伟不是这样子，因为他。做另外一种设计，说回不要讲太玄。我说，老子讲至柔之辟于至刚，柔能克刚，你知道？可是你知道下一句吗？至柔之辟于至刚，无有入无间。无间是全世界最坚硬的物体，没有间隙叫无间嘛，就金刚的钻石。你要怎么进入一个钻石里面，调理它、化解它，并且重新设计它，去无有无心无状？那我跟我换了不同领域嘛，我要取一个名字，他今天对我感激嘛，就是礼拜，这感觉。那我还有很多种想法，跟我学生这样讲，跟我学生说，老子说，上下相契，祸福相依，无有相生，甚至就是在讲区分式的关系，有跟没有，量跟大，多跟少。另外一个演讲，还有其他问题吗？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就是对于传统这些公共建设，假如说您就是会有什么想象吗？现在台北机场的，除了 就可能没有办法保存下来，但是像那个蓝海，他们有公园啊，也有值得想象。那您如果对我们传统这种空间，会希望可以存在一个，就是一个想象。我的问题的回答也让你失望，还是一样，这个很复杂，就是好。当然会希望说松烟就变成是公园，原本就是树嘛。那松烟就想先做一公园，那南极船就把我们变成创区嘛，那就这样就好了。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吗？那松烟附近的人愿意吗？现在房价一直涨，我多高兴。可是有人有9点后大巨蛋回塞车不高兴。那台北机场那样子，旁边会高兴吗？金城建设那个金华厂老板高兴吗？这个如果台湾的人、台北市的居民还是想要在台北市买房子，还是一定在台北市买房子？我可以选，我可以选，我可以选，是一个误解。那为什么我可以选，我可以选，我可以选？他讲的是真实吗？所以心中大家心中放的是什么？是钱吗？是利益吗？为什么他？郊区呢，叫我们做愧，我做愧也是做不愧，多开心呐、啊！为什么台北市要挤在这里？为什么台北哪一个哪一个城市市中心的房价是旁边的3倍、4倍？台北市，大家一直骂房价太高，一直打，一直叫政府打压，其实打压下来是你知道吗？是不是？如果你真的不在乎，你不用去抗议嘛，去郊区嘛，为什么你在乎？你还是要快嘛。还是希望你投资会增值吗？这是所有人的问题，是工业。所以啊，吃饭吃饭，谁也没有吃饭，好好办你事做了，想想你到底为什么你投资来做事，回到叫根本。如果你觉得是为了快乐，也许慢才会变好。如果大家都愿意去乡下，特别是我跟工业厂的对话，想学习文化，哦，我跟那个其他人都是老师嘛。这就是人的小确幸，然后没有机会，没有进步。小确幸怎么好呢？每个人追求他的一方天地一世的快乐，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就不会跟他挤台北市吗？那台北市房价就会恢复正常，想炒作也炒不起来。南机场、松烟都不是问题。
是问题，就是地不值钱不是问题。如果地这么的贵，一定把它变成公园增加，谁说怕的地是空地？你进去他妈的说你要把一个地方变空地增加，不可能，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但是有还是我还是需要一些抗议的，你不要淡淡的。所以我请更名，他是一个非常现在在台